天真无邪的吴倩将完成她幻想中的爱丽丝梦游仙境。我在这好好拍风景，你怎么跑我画面里来了？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呀？我叫赵默笙。其实家里人还是蛮担心的，参加这个节目。说实话，我是从小都娇生惯养大的。去人了之前，认识动物非常非常重要，比如蛇。没事呀，没事的。我 hold 不住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他在挣扎。特别害怕，怕他头冲我。不要紧。